中国街舞国家队教练组已经准备给你正式发邀请函了。一个惊叹号，出好几个国家队伍。今年的全国大赛，哎，我们京男号冠军很难。好好睡觉，梦里啥都有啊。丁磊，一名头转 B1， 在他当队员的时候呢，从来没有拿过全国冠军，被戏称是千年老二。那是你的教练啊？你的教练长得像个蟾蜍。 哎，他这个难不？你别看他难度不高，他跳的是文化。点什么头啊？就表示尊重。 Respect， 教练。那个动作应该说设计之玄妙，呈现之精彩，成了的话，世界街舞史上丁雷这俩字留下了。当场把腿掉断那次。哎，我真服了我。 丁教练，那我要是没学会的话，还能再问您吗？我点播过的不可能不会。啊，嗨嗨，这还能赢吗？生还吗？不出题怎么反弹？帅哥。